16日，德国最大的电讯运营商德国电讯突然宣布将不再使用华为设备，并且还将从德国核心网络建设中逐步地替换掉华为设备。这对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的华为来说，无疑是又挨了一记闷棍。德国电信在声明中还特别提到，这只是日常设备的维护更新，但搜狐对此解读说，德国电讯明确表示不会从亚洲采购通讯设备，意思就是不再从华为那里买设备，所以这不仅仅是德国描述的维护更新，而是彻底的放弃了华为通讯设备，抛弃华为 5G 网络建设。今年2月份，华为在欧洲还看似情况大好，不仅英国决定允许在 5G 网络的非核心、非敏感部分有限度地使用华为 5G 设备，另外两个欧盟大国德国和法国也相继跟进，表示不排除会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此外，欧元区还有两个大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早在去年就拥抱了华为，之后欧盟还发布了有关 5G 网络建设的政策，这让外界认为欧盟是为华为打开了绿灯。原本华为在欧洲看起来顺风顺水，现在却遭遇冰火两重天，德国公然反悔，明确拒绝了华为，这让刚刚卸任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都感到无奈心酸，只是不知道任正非的一番话是为华为还是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催。两天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卸下了华为全资控股的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一职，同时前华为总裁孙亚芳也卸任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位，任孙时代的其他四位华为高层也同时全部退位。目前的华为可谓说内外交困，有分析认为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际上掌管着全部的华为，而他的深圳总部只是一个加工厂而已。任正非团队集体退位，表示中共高层已经对华为动手，绝不是因为任正非到了退休年纪，重新上来的田兴普、董庆阳和陈志东无法查到他们的背景来历，可以判断应该是中共军方或国安情报人员才会这样，这就使华为的大换血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自从中共病毒重创欧洲各国以来，欧洲各大国对中共掩盖真实资讯而导致这场大瘟疫蔓延的质疑就频繁出现。搜狐报道说，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都在是否使用华为 5G 设备上开始摇摆。此前不久，中共利用防疫物资进行口罩外交，要求法国允许华为为其 5G 网络提供设备，但法国只回应最终决定不会受到口罩影响。在英国，特别是当首相约翰逊因感染中共病毒住进重症监护室，英国情报机构又发现中共的实际感染病例比其官方报告数字高出22至40倍之时，就传出英国国会不但要中共买单，还要重新检讨华为的 5G 政策。